This is Traveler Carrie's channel. From the Fa Sushi 餐厅，位于新北市中和区中山路二段427号三楼。许多素食料理爱好者也都会在这里举办他们的婚宴哦。Hello， 欢迎收看小玩家 Carrie 的频道。今天呢是年初二，年初二是回娘家和爸爸妈妈，就是女生这边的爸爸妈妈吃饭的日子。那在台湾的话呢，通常都是会有围炉啊，也是会一起吃饭这样子。那因为现在时代比较不一样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是在外面订了餐厅。那年初二的时间呢，和妈妈一起吃饭这样子。那今天因为妈妈吃的是素食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选择了在那个中和的一间崇德发素食餐厅。那对 Carrie 来讲，这也是头一次在这个餐厅吃饭。那待会我也想要看看他的菜色怎么样，然后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咯。杏仁酥，很酥。然后这个是有点泰式的打泡肉，然后要加这个是哦，甜的吧，甜的吧，这个咸的，我去拿小汤匙。好，谢谢。你还没吃到啊？那油饭要吃一下啊。然后那个鳗鱼啊，吃一下。第四版要吃，要不第四版上来就看了。就接下去就好了，变吃猪，他变猪，有了，很酥很酥。今天和大家分享完了年节菜色，希望下回还有机会为大家介绍详细一点的餐厅菜色。喜欢今天影片吗？请帮 Carrie 的频道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期待下回更详细的解说吧，拜拜。